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 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呢带来是班吉拉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班吉拉呢，由于他的成长期比较迟缓啊，所以在这个版本呢前期基本上呢必须靠队友。那在分析一下我们阵容之后可以发现呢，我们这一场的队友基本上没有什么前期就很强势的角色，要三阶进化的角色基本上就有四只啊，天哪。好，看我们来说一下班吉拉的基本啊。好，他第一点啊，就是他使用技能的时候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双防 65%， 然后持续3秒钟，并且呢对周遭造成持续的伤害，每 0.5 秒造成一次伤害。那这个版本呢，有事没事就路过你家野区想要偷你野的人啊非常的多啊。如果队友没有意识的话，基本上啦真的是凭运气在吃自己的野怪。所以现在的打野啊，你要训练自己的尾刀技术啊。基本上对手有梦幻有尖盾都要特别的小心。选这几只角色的玩家啊，内心都是非常的黑暗啊，就是看你不爽就会来烦你野。好，那这边呢提供5波比啦，顺利的吃完了全部的野怪。那二只波动一技能呢，它如果是打在血量低于 50% 以下的对手呢，是可以造成控场的效果。那么在前期呢，其实这个技能没什么伤害性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原力。尤达大师讲的非常好啊，你相信原力，原力就会帮助你，反正要久等之后啊，你才可以开始狂刷真伤。好，那这一波 gank 呢，我不期望我打架打得赢，我只期望呢我能够吃到这些野怪就好。那结果刚好看到对方有残血的，就先收掉一只。这时候鬼师通呢把我们家的妙花草给打死。那鬼师通呢在前期啊，如果是学这种这个祸不单行的话，那会很惨的，基本上啦是没什么人打得赢啦。我说实在，除非你有位移技能可以堵掉，我先不要中毒，你只要一中毒完了，那个祸不单行刷上来，你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。好，那我们呢再重新刷第二轮的野怪。等等呢8分钟的时候啊，完全要靠队友赏脸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要去帮我们吃中间的七系青鸟。那这一边的话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啊，这个角色呢其实蛮不适合打野的，但是这一场我就是打野，那他也是非常好反野的一个角色，结果居然没有人来反野。那对方呢也没有太多人靠过来，所以这个七系青鸟我们还能够顺利的拿下，并且击杀一只火恐龙。好，等等久等的时候，我们学会的这个原力啊，它是一个范围性的控场。好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增加跑速 20%、持续3秒，而且并且可以获得护盾。如果这过程当中你二技能打到人的话，不管是敌方宝可梦或者是这个野怪，都可以有8秒的增伤哦。8秒是非常非常久的啊，基本上你只要困在这个人群当中，你的二技能是可以不停的丢出来的，在你增伤结束之前。那二技能命中到对手的时候呢，可以再用一次扇形面积的二技能，而这一次的二技能是可以造成对手缓速 30%， 持续2秒钟。如果你 有命中到对手的话，又可以再多护盾哦。所以班吉拉呢这个皮糙肉厚，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二技能它可以不停的给自己护盾，所以二技能的第一段或是第二段都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对手，并且打到，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厚的班吉拉。那到了13等之后呢，你的二技能啊增加的护盾的那个护盾值啊会更厚，所以到13等之后的班吉拉基本上团战1-3以上，可能有点问题，但1-3我觉得是 OK 的。但前提是他们不能是拉打型的角色，最好是呢绑在一起跟肉粽一样这样跟你打。那这样的话我们班吉拉就会非常的爽。那再加上我们的被动是使用技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增加双防 65% 嘛，所以在使用技能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有一点尖奏的。好，那耿鬼刚进化，所以他等下应该会有大招。那喷火龙这时候已经没力了，降肉哦，已经降肉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换我们进攻了。二技能先打到喷火龙之后，然后这时候有增伤，再用一次二技能，看到又有护盾了。耿鬼根本杀不死我，加上我旁边有一只凡人的小猪猪。所以在打团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尽量走到团战的正中央啦。那看你是要带速度强化冲过去也可以，带治愈其实也不错，让自己更厚。但是因为班吉拉本身呢很怕拉打型的角色啦，所以如果你是带治愈的话，又遇到拉打的角色，我建议呢除非队友可以控制得住，那不然基本上你就先拉掉就好，不要跟他打。好，我们的三猪呢很兴奋的开了大招，这边喷火龙没有大我知道，我就黏着他打。这边二技能已经打到他了，所以我开始打起真伤来。
那这个时候盲打旁边再用一次原始之力，但没关系，打到的是旁边的戴克兽，这时候我真伤还有，不过队友都拉掉了，然后对手呢也不讨没趣就跑掉了，所以我这边就再回到后面一点，就发现对方人居然跟过来，这边耿鬼满血，难道你想跟我打？二技能打到没问题，这时候真伤开始了 ，It's my show time。好，看到对方过来，我先往后拉一点，我等一下二技能的 CD， 这边一技能往回扫，因为我是真伤，所以他们就算有护盾也于事无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凶狠，这就是班基拉的威力。那么这个版本呢，很容易出现的，比如说田忍啊，或是尖盾，他们都会时不时跑出这种护盾来。那基本上在班基拉面前，乌干那不勒啦。好，那我们来聊一下班基拉的大招。班基拉的大招开启的时候，有十秒会进入狂暴状态，在十秒内呢，你的韧性会多 50%， 就是原本会被控场一秒钟的东西，你只会被控 0.5 秒。那如果呢，对方血量低于 20% 的话，你是一击必杀，只要随便按一下普攻，啪击一下，对手是会嗝屁的。那我刚开大招的时间点是有点晚了，我建议呢大家呢在自己血比较多的时候就直接开大招了，因为我们的大招呢是打一个这个时效性的，所以像我刚刚那样呢，基本上啊这个大招开一下血量已经见底了，那打不到几下我就没血了，所以也没办法展现出班基拉的大招的这个宰制力，他的宰制力凶猛的点就在于对方血量低于 20% 的时候是一击必杀。这个踩一下他妈就直接没了，所以呢我们要打出那个效果来。好，我这边二技能呢是有晕到这两只，但完全不怕哦。我这边呢再被他抓起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刚好也在等技能 CD， 那我只要再使用技能，我又双防又增加了，然后呢这样一技能扫掉没问题，那队友那边也收掉一只，这时候在上路看到对方耿鬼蠢蠢欲动，不过对方下塔呢还在啊，这边的爆掉之后我们再追一下这个喷火龙，二技能踩一下，那二技能呢是按住的时候是有加速的效果，如果说你已经在团战的正中央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压住这个二技能，我们就直接按一下就好，按一下呢你就可以对这个范围造成一个控场，因为呢我看过有一些人玩班机啊，他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手就会想要去延迟一下，就压着一下，即便你在团战当中，但是其实这有点致命，因为你只要压一下哦，马上就可以造成控场效果，你硬要去延迟那个不知道，可能是习惯吧，就觉得啊，班基拉可能是不是二技能蓄力之后比较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它只是可以让你增加这个跑速而已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团战中间了，我们二技能就直接给它点一下就好，然后呢再继续去搜寻，因为你这时候二技能会变成第二次进攻嘛，那么变成一个扇形的范围攻击，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这个扇形呢，就要找到人最多的地方，再给它丢下去，这样你就会有满满的大护盾。那我相信聪明的观众朋友一定不会去跟班基拉抢红吧？那他是一个非常需要有红 buff 的角色，才可以黏住对手。那我这边等待一下，我们的猪呢是往前的，然后我看到九尾丢了控场技能，大招这边被抓，不过没关系，两秒钟、三秒钟、四秒钟，好，我们还有五秒钟的时间可以大开杀戒，走过来啪击一下九尾，拜拜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喷火龙，那不过这时候我大招基本上已经没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靠自己本身的技能哦，打真伤的这个技能，直接二只波动扫掉喷火龙。那最后呢是对手一波 ace， 我们没有损失到任何一个人哦。那我们班基拉在打这种野怪的时候一样哦，都是打真伤，可以看。就是白白的，白白的看起来就是舒服佳明的味道啊！没有看一下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已经拿到了裂空座，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裂空座给的护盾呢是看你的血量哦，再去给你的百分比。所以如果你是薄薄的角色，后排角色，我建议啦哦，你就是在旁边后援就好哦，在那边守家就好，不一定要来投球，因为你的护盾很容易就会被打掉。那你看像我们这个班级啊，对，打到现在护盾都还没掉哦，再捡起球来还可以再继续丢。OK， 那这就是班基拉的一个实战解说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。那还有什么想看角色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啊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